把钉钉 APP 打造成中国最大的美妆社交平台。如果可以成功 ，SW 得到的不是一城一池，而是美妆特效。等一下，我们是做化妆品事业的，我否决你提出的所有建议。我也同意李亚的提议。刘小云，你干嘛那么久电话？警察是抓我呢，拿着。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我黑了索琳娜的邮箱，找到了贾里克斯的地址，就被警察发现了。以后你去日本，我也没什么能帮你的。拿着，留个念想。